Hello，今天我们要学 Get Logic，然后这个是 Form 5的课1.3.2。如果你问我 Form 5我最喜欢哪一课的话，我会直接告诉你是 Get Logic 跟 SQL，因为它是有一个 standard 的答案，它要么就是对，要么就是错。可是如果是 ERD 的话，它是没有一个 standard 的交办，就是看老师可以给你几分。然后 get logic 也很简单。然后呢，这些呢，你们可以看自己的课本。然后我只是整理一下子吧，就是整理出来。然后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assas，get logic assas 这个考试会问你，就是他问你 get logic 的 assas 有哪一种，然后你就要写有三种啊，一种是胆，一种是 adapt 跟 dapt，我们这个叫 normal get logic，就是那个 get logic 的名字。然后呢，symbol 呢一定要记起来，如果是胆的话，它是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是 adapt，是这样子。就是你可以，就是不用画到太完美，就是老师看得懂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呢，它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前面放一个圆形，OK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两条线是什么意思？这两条线就是它的 input，然后这条线就是 output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会讲细一点。然后我们一起看 combinacy get logic，就是 combine 在一起，那些 assas 呢，如果 combine 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，胆，然后呢，就是很明显它是胆跟大粘在一起，然后你们要记得，胆呢是肯定是写在前面了的，然后就是这个是打的 symbol 嘛，然后前面加一个圆形，这圆形就代表是打的意思啦，就可以看这里三角形，然后前面一个圆形，所以呢你自己直接放一个圆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叫，然后下一个是打 adapt，然后也是很明显是 adapt 跟打 combine 在一起，然后也是一样，那个打呢是肯定是写在前面的。然后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东西，就是如果他们问你 assas 有assas 的那个 number get logic 了，然后你们一定要写大写啦。如果你们写小写的话是错的，然后这些全部是大写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也不可以倒反，就是前面一定是大开始的，然后他们是分开。然后也是一样，adapt 的 symbol，然后前面放一个圆形。然后下一个我们看 x adapt，其实呢我们这个不读 x，我们读 exclusive adapt，就是我们这里已经有写嘛课本，所以呢我们这里写，我们读 exclusive adapt。然后这个呢是三个 combine 在一起，如果三个 combine 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肯定懂是 exclusive 的。然后 exclusive 的 symbol 呢是还有一横呐、啊，一横。OK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 exclusive 打 adapt，然后你们要记得，如果有 exclusive 的话，他们是粘在一起的。然后他们也是 combine 在一起，是大 adapt，这个只是 adapt 吧，其实这个没有太重要，你只是要知道，如果三个 assas 它 combine 在一起的话，是有一个东西叫 exclusive 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那这个是代表 exclusive 的 symbol，然后你前面放一个圆形。然后呢Exclusive 呢，它只有 adapt，它没有 exclusive dot，对，所以呢，你还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exclusive dot，它只有 exclusive adapt 罢了，OK。然后我们看这边，
我们先看胆，胆的话我们心波都懂了的话都懂了，然后我们有两个 input， 一个是 A 跟 B， 然后 F 呢它是 output。 OK， 我们看 buoyant， buoyant 这个很重要。 buoyant 的话如果是胆的话啦，我们是一个 dot， dot 的意思呢就是沉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读 A 胆 B 或者是 A 胆 B。OK， 然后呢我们就看 input， 我大概讲了嘛， input 有两个，然后呢这些数字呢是已经固定了的，然后呢胆呢它是乘嘛，我们这里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呢零乘零等于零，零乘一等于零，一乘零等于零，然后一乘一等于一，然后呢就是总结来讲，只要看到零的话就是零，所以呢我写在这边，胆的话是一看到零就是零。不管什么数字去乘零的话都是零，所以呢可以看到这里零这里零这里零，所以呢它自己这 F 呢它自己都全部是零。我们看 adult， 如果 adult 的话我们 boolean 呢是写加的，所以你们要记得啦。然后我们读呢是我们读成 A adult B， 然后这个 input 呢它这个数字也是固定了的，如果加的话零加零的话等于零嘛，然后零加一等于一，一加零等于一，然后一加一等于一，没有可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，因为呢加段呢它只有两个数字就是一跟零，所以呢没有除了一跟零以外的数字。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啦，就是只要一看到一的话呢就是一。然后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这里有一这里有一，所以呢这里是三排呢都是一的，它的 output。 我们看打，打的话呢我们是双上哈，然后这是它的 symbol 我们已经学了，然后呢打的那个 boolean 呢是有一笔在这边的，我们读成 A bar， 一半呢就是双上哈，所以呢如果是零的话呢变成一，然后一就变成零，就是你把那个号码去倒反，所以呢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总结，打的话是号码相反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如果是 combine 在一起，大胆，然后呢如果是胆的话呢是一粒点嘛，你们要记得一粒点，然后打的话是有一个一横的，所以我们读成 A 胆 B bar。 OK， 然后呢你们要记得如果它前面有打的话啦，它那个加段呢是最后才做松上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看这里，它是 dot 嘛，就是胆，胆的话就是乘，一看到零的话就是零，所以呢这里有零这里有零，所以呢这里都是零，这里是一，一了过后我们再去松上哈，所以呢零就变成一，零变成一，零变成一，然后一变成零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你就是总结你要知道，就是打它是最后才做的，不是先做打，就是
送上这两个，然后他去做那个胆，然后我们看打阿刀，然后呢，如果是阿刀的话，那个柏林是加辣，要记得，然后打的话是有一个一横的，我们读成 A 阿刀 B 吧。然后我们也是要先做加，所以呢 ，A 加 B， 一看到零的话呢，一看到一就是一，所以呢可以看有一有一，所以呢这里都是一，然后我们再去送上它，零变成一，然后一变成零 ，OK 就是这样简单。然后到 exclusive。我们读成 exclusive 阿道 exclusive 的 symbol 呢是一个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们记得阿道的 symbol 是什么？阿道嘛就是加，所以呢，如果有 x 的话呢，这里加多一个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其实是要粘在一起啦。很像就是跟着课本比较好。然后呢，如果是 exclusive 的话，是如果是单数的话，单数是一，你都知道了。如果阿道的话是假嘛？所以呢，我们加零加零等于零嘛，所以我们直接写零。如果零加一的话是一嘛，所以呢，如果一它是单数嘛，所以呢，如果是单数的话就是一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写一。然后一加零的话也是一单数，然后一加一等于二，然后二呢是双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写零。OK， 我们看这个念成 exclusive 打阿道。然后我忘记讲啊，如果 exclusive 的话，你们要记得它就是有一撇。然后呢，阿道呢打阿道，然后自己前面加一个圆形。我们这个读成 A exclusive B， 然后 bar。我们一样先做那个 exclusive 先，然后呢，我们才去做那个打，就是去送上它，所以呢，零加零直接写零，然后一零加一的话就是一嘛，就是单数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写一，然后一加零它是单数，所以就一加一等于二，然后双数就等于零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倒反它，就是零变成一，一变成零，然后零变成一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就是总之呢，你们要知道打的话是最后才去送上哈，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先做打，然后它的 boolean 是一个洞，然后它的加段呢是一看到零就是零，因为它是乘的关系。然后我们看阿道，如果阿道的 boolean 呢还是假，一看到一就是一，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假。那我们看三是打，它的 boolean 呢是有一个八，然后这是相反，然后第四呢是
exclusive。那它的 volume 呢是这样子。然后你们要记得 exclusive 它只有 adult 罢了，它没有 done。所以呢 ，adult 的 symbol 是加嘛，所以呢，你加呢，外面加多一层那个圆形。OK， 我们已经总结完了。然后呢，我都还讲了啦，这个 input 的号码呢是固定了的。然后我来教你们讲些 input 的号码。然后你们学校老师可能会叫你们背 input 的号码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如果你背错一个号码的话，你整个加多是直接废了的。而且呢，你这种加多是还蛮高分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可能会遇到五分啊，最高五分。所以呢，我教你们讲些，它的 formula 呢是2 and， 为什么是 2？ 因为它只有两个号码，一种是0跟 1， 然后 and 的话呢就代表 input， 你有多少个 input。 如果我只有 A 跟 B， 就是两个 input 啦，所以呢就是 A 刮色2等于4嘛。所以呢，假设我的 input 是 A 跟 B， 然后我就要画四个，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上面两个 input 嘛，所以他们也是只是画四个，不是你爽爽要画多少个就多少个，你是要跟着的。然后呢，过后我们就可以 erase。然后我们自己重新写零开始，零一二。然后呢，我们 B 呢可以写二刮是零，二刮是一，这个是它的 formula 啦。如果我的第一排呢，我的 n 赖呢是要零的话，所以就是两个都是零。如果我第二排是要一的话，所以呢我的 B 可以要一个，所以呢我就写一零。如果我的第三排的话，我自己少写一个，因为有四排。如果我的第三排是要二的话呢，所以呢我的 A 呢要一个。如果我的最后一排呢是要三嘛，所以就是二加一嘛，所以 A、B 我各要一个，所以呢就是一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数字呢是跟上面的加多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要去背哈。如果你背错一个的话，你的加多是直接废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我的假设我的 input 呢有四个，所以就是我的 input 呢有三个。你们要记得，你们考试是可以带计算机啦，就是有 bug 嘛。所以呢，我就假装有三个 input， 然后八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们就可以数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这里是没有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写零开始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。然后呢，这里是 A 零等于一。你们要记得是从右边写去左边。然后我第一排要零，所以呢，我第一排都是零，然后第二排要一的话，所以我的 C 呢要一个，然后第三排是要二，所以我的 B 要一个，然后呢，到第三，我要的是三，所以呢，我的 B 跟 C 可以拿一个，所以呢，我的 B 跟 C 是一一。四的话就是 A 一个五，然后四加一嘛，所以就是 A 跟 C 六，就是 A 跟 B， 然后七的话就是全部。
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是一模一样的，是 bug 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这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顺便学一下课本的那个四个 input，然后这里也是一样，二瓜是零，然后这里是二，这里是四，这里是八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呢，可以先算还要多少个，要16个，所以你可以数下是有16个嘛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所以是16个是对的。如果我第一排要零的话，所以就是全部零啊。然后一的话，这里就一，二的话我需要一个嘛，就一样。然后四的话是这里一个，五就是四可以加一嘛，就是四加一等于五。然后六的话是四加二，所以就是 b 加 c 啦。然后就以此类推。OK，我们就可以看题目。题目的话可以自己复印出来。他叫我们写那个 boolean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看这边先。我们哦，这个是第三题，我们从第一题开始。我等一下，我 erase 一下。他叫我们写 boolean。所以呢，我们先做这边，才做这边，最后是做 F，就是它的 output。所以我们先做 P，你们要看这条 line 啦，它是这样子，它经过一个打嘛，然后再经过这个，这个的是打，打的话就是一个 dot，就是乘的意思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写 a dot，然后 a 有一个打嘛，所以呢是 a 八 a 八，然后 dot b，因为 b a 跟 b 的关系呢，它们是乘的关系，这里有写。然后我们要画一个括号，然后第二组呢是。然后这个是甲，这是阿道，所以 A 阿道 B。我们已经做完 Q 跟 P 啊，然后 Q 跟 P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？它们是单的关系，所以是乘，就是 dot。然后呢，前面放那个 output 等于 F。OK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要画那个甲段。所以呢，有四个。我们先做 A 八先，所以我们就送上它。我们就 focus 在这条，就是零的话就变成一嘛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送上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最后可以做那个乘，就是 a 八乘以 b。就是这两个，然后乘，
所以呢，成了那个口诀就是一看到零的话就是零，所以呢，第一排我看到零就是零，一然后零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第二个项，就是 A 加 B。如果加的话是一看到一就是一，所以呢，我们 focus。我们 focus 在这两个加，所以呢，第一排全部是零，所以呢就是零，然后一一零。然后最后呢就是 F。如果你很 confused 的话，你可以写完整啊，就是 A bar， 然后乘 B。A 加 B， 因为我们已经做完这两个了嘛，我们只剩这个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写 F。如果你就是很 confused 的话，你就可以写完。通常都是写 F 啊，因为比较省时间嘛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两 set， 然后他们是乘的关系。一看到零的话就是零，所以呢就是零一一零。这个是零，因为有零嘛，零的出现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去看第二题，当然我就是有讲，如果打的话是最后才做嘛，它是有区别的，它的另外一种是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是打是最后才做，可是他这个是 A 吧嘛，就是他单独一个人，所以呢是先做这个打。如果是全部一起的话啦，所以我们先做那个打过后才去送上他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区别。然后我们去看第二题，他也是要我们写 boolean， 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先做 x。然后再做 y， 然后我们再写 x 跟 y 的关系是什么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看第一条呢，它 a 它去送上，然后 b 的话是这样的，所以是 a bar， 然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dan 嘛 ，dan 就是一个 dot。那我们去看下一条，然后呢 ，B 还有一个打，所以呢 ，A，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打。我们已经做完 X 跟 Y 了，然后呢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打，打阿道的 symbol， 所以呢阿道的话就是加，前面记得放一个 Z。OK， 然后我们要画那个加多，也是一样。我们先做 A 的送上。然后就是零变成一嘛，所以就是很简单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 A bar， 然后 dot B， 也就是这两个的关系是乘啊，一看到零的话就是零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写零一零零。我们已经做完这个，我们现在在做这个，要做一个 B 吧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是单的关系。也就是这个跟这个，
那他们是成的关系，就是主要 focus 在这排的数字啦。所以呢，是一看到零的话就是零。然后我们最后做那个 output 是 Z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做完这两个，然后我们再做这个加，所以呢就是这两个，然后加一看到一的话呢就是一 ，OK， 我们看第三题，我们也是要 boolean， 我们一样也是。先做完这边先一，然后 G， 这个会比较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看，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，它你看它这有一个圆形，所以是打啊到 ，sorry 是打打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写。然后可是他这里又双上多一次，所以又要弄多一次。其实呢是不用写的，因为啊，你假设啦，我刚才讲了嘛，你那个打呢是最后才做的，所以我们先第一步呢是，我们第一步是做 A 到 B 嘛，然后过后双上哈，然后过后又双上多一次。假如我的 A 乘 B 等于一的话，然后我去双上哈。等于零，然后又双上多一次，等于一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最后还是变回一样，大不如就是省掉这两个步骤，所以呢，就是抵消抵消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写 A 打 B 就可以了 ，A 打 B， 然后我们看这边。然后他们是打阿道的关系，也是一样哦，他自己又多一个双上，所以呢也是一样啦。我们第一步先做 A 加 B 嘛 ，A 阿道 B， 然后又双上多一次。又双上多一次。如果我的 A 跟 A 啊到 B 的话是一，然后我去双上它变成零，然后又双上多一次又等于，所以呢，大不如不要做，我们就直接抵消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 erase 那个 bar，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打。然后这里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打的话是一个 bar， 然后呢它的 output 呢是 hash， 然后呢这个也是很简单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做那个假段，你们要记得啦，那个打是最后才做的，就是先做这两 set， 然后他们乘在一起，乘了过后才去做那个。才去做那个松上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终于看到一题是 exclusive 啦。他叫我们画那个 lita get logic， 就是这种图案。所以呢，还有两个 input， A 跟 B。然后他们是 adult 的 symbol。然后 ，A exclusive B， 我们已经做完这两个，哦，他们的关系呢是加在一起就是阿道啦，所以呢，我们画一个阿道的那个 symbol， 然后直接画一个 P，OK， 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也是
一样画了个角的。如果我画角的话，我是比较习惯看 Boolean 的，因为你看 Boolean 做比较简单。如果你看这种 Reduction 我觉得有点难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先做 A 加 B， 然后第二个做这个 A exclusive B， 然后最后才做这个。A 加 B 的话要记得一看到一的话就是一。A exclusive B， 如果是单数话就是一，所以呢零加零等于零啊，然后零加一等于一是单数，然后这个是双数，然后我们看就是最后它的 P 它是加嘛，也就是代表这两线呢，它们加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如果是看到一的话，就是一。OK， 做完了，我们看第五题。然后你就会问，这个可不可以抵消？这个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呢，我们第一步是先做 B 八嘛。然后过后 ，A 加 B， 吧，然后第三我们才去送上它，可是我们它还是连着一起去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不可以去抵消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画那个 Reduction Logic， 我们先做一个打线。然后再去加，它这个是打阿道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做阿道的 symbol， 然后呢，这一个圆形，我们做完这个，我们再做第二个，所以呢，哎，你看了它这个 B 八嘛，它这 B 八是跟这个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拿。不可以从这里拿，因为它这里 B 呢，它还没有松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从，就是它 B 已经松上了嘛，我们就从这里拿。然后它们是加的关系，就是阿刀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做完这个啊，这两线哦，最后呢是。阿道，然后画一个 F。OK， 我们也是画加多。我们先做 B 八先，就是去送上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再 A 加 B，A 加 B 八就是 A 阿到 B 八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两个，所以呢，一看到一的话就是一。然后我们才去做那个松上，就是倒反的那些号码。OK， 我们已经做完这些，我们再做第二些 A 加 B 吧，因为你的 B 八已经做完了嘛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看这个啦。一看到一的话呢，就是一。
OK， 我们看最后，其实他们两个，我们已经做完这两 set 了嘛，他们两个呢是阿道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可以写 F。一看到一的话呢，就是一，所以一一一一 ，OK， 做完了。看第六题要完了，要完了。然后也是画 Lita Gate Logic， 也是一个 exclusive 啦。我们第一步呢，先做加，然后过后才去双上哈，所以呢。A B， 然后这个是阿道，打阿道，然后我们做第二 set， 它这个是阿道，然后他们是 exclusive， 我们已经做完这个，我们做最后 exclusive 的话是，它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一个阿道的那个 symbol。OK， 然后 F， OK 做完，也是要画加多。我们第一步先做 A 加 B。就是 A 阿到 B， 一看到一的话就是一，然后再去送上它。然后我们做这些 A 加 B， 其实你已经做好了，就是看这边，所以呢。它最后的关系是 exclusive 嘛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这两组啊 ，exclusive。如果是，然后它的 output 是 F， 如果是单数的话就是一，所以呢，零加一等于一嘛，所以是单数，一加零等于一，然后它是单数，单数，单数 ，OK。我们已经做完了，我们来看第七题，这种是另外一种问法，它是给你句子的，我们只是要找那个重点。所以呢，它讲还有 dual input 要拿 A 跟 B， 然后 bintu akan tertutup F， 就是它的 output 啦，它讲它的那个门会关，就是它的 output。几个 input bagi A mewakili ont， 就是 A 是 ont， 然后阿道啊是有一个 keyword， 然后 B 等于 ont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 keyword 哦 ，dant。A 的话是 of， 然后又一个 keyword 阿道 ，B 的话是 of， 然后我们可以。做一个更清楚，就是 A 到这边呢，它是一 set， 然后呢，这里又是一 set， 然后它们两 set 呢 combine 一起的关系呢是单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如果 off 的话就是bar的意思啦，所以 A 呢 ，A 它是 on 嘛，就照写，然后啊到的话是加 B， 然后呢 B 是 on。所以呢，你就照写。然后第二 set 呢是 A 是 off 的话，你要记得是 bar 啦。然后呢，它是 adult 是加，然后 B 也是 off。然后呢，你们要记得啦 ，off 就是 bar 的意思，就是打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 combine 一起呢是加的话就是 dot， 然后记得前面要加一个 output。OK， 就是这样简单。然后我们看最后一题，然后它也是讲 ，dual input A 跟 B，system akan mengeluarkan cahaya F， 就是它的 output 啦。然后呢，如果它的 A 是 off， 然
然后也是有 keyword adult piece of adult s aunt piece aunt， 然后呢这里也是有一个 keyword 单，然后我们就看哪一 set， 这里是 一 set， 然后这里是 一 set， 然后我们 combine 在一起的关系是 adult，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 boolean。A of 的话就是 bar， 那 adult 是加 b of， 然后第二 set a aunt， 然后加是 dog 嘛，就是乘的关系，然后 b aunt， OK， 然后他们是 adult 是加自己前面一个 f， OK， 我们做完了过后我也会出 video 出那个 SQL 的，然后很简单啊。然后我也是要分享一下我就是我自己做那个 Sejara Form 5的 Nota， 如果你是没有补 Sejara Form 5的补习的话啦，就是我建议你们可以看我的我的笔记就可以抄下来，我就是如果你们学校老师是那种教很快的，然后喜欢 skip 课的，然后就可以看我的 Nota 去背，如果我可以很老实告诉你，如果你把我的 Nota 背到一干二净啊，就是苦瓜烂熟，我可以保证啊，就是你 Form 5的那个 Sejara 的那个考试肯定是拿100分，撇开那种 K8 题啦，那种发多题啊，肯定是对完的。然后我的 Nota 是很完整啊，就是没有一点废话，然后我会发那个 PDF 啊放在下面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看，就是不介意去复印，因为我那个是手写的，所以呢如果是电子版复印还可以讲，如果手写去复印的话还蛮难看的，就是你可以一边抄然后一边去记啊，就是 for 尤其是没有补习的，因为我本身我学校老师教私教啦，他们是很喜欢 skip 的，就是他叫你 present 在前面啦，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用啊，还是自己乖乖做 note 啦。 OK， 拜拜。